我是思必得公司经营的讲师王崇新，今天我们所要为你讲解有关于牵一发动全身职场法律大爆料，是有关于法律上的问题。那我们来看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有关职场前的法律问题。你职场前会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呢？就你可能会遇到试用期间的问题，或是合约上的问题，还有你的基本资料，或是你的出生年月日，或是联络地方，可能不要乱给。而第二个部分教育福利社，我们会给各位有关于上班时数、请假的日期，还有福利制度，还有如果你的上司不平等对待你，你要如何去帮你在就业之中有关的法律问题，多久前提出离职，或是你的多久后提出离职的话，这样才不会发生有关于离职后的法律问题。而当你毕业之后，你可能会遇到你在公司上一些不顺遂，所以你想要自己辞职，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之前辈的问题，还是离职手续的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你再看我们课程，你可能就会发现我们的课程会帮你介绍有关于更多的有关法律上的问题。车主管道主要帮助我们一些有关于法律上的问题，你可以到我们网站，还有一些政府机构或是书籍，我们都会介绍书籍还有网站，让各位去了解，当你发生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你要如何去解决。